天堂，跌倒在地狱，站起来，我哦哦，不管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佑嘉，今天就是久违的拍 MV， 主打歌这首歌叫《热血无赖》。因为我们今天也是那个早上8点多在那个河滨公园，非常的热，然后大家还要游行这样子。小朋友小心身体，不要脱水。好可爱哦，可是很热，对不对？万山荒翻翻。有一种孩子王的感觉。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，我哦哦，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，我哦哦，前进不够坏，热血儿女不爱，我们是大不败的无赖。因为我今天的角色是一个发明家，然后我就是专门回收一些废弃物，然后做一个新的发明。你知道那个机器是什么吗？这机器是等待机，就是你打开它的时候，它就一直这样等待。是不是要上菜？哦，没事。小事就小事。哇，帅哦，等待机。方向今天还待在老地方。今天在吃什么？我要吃我的晚餐。晚餐是都没有什么酱，但是我不是因为要减肥，是因为我最近肠胃，因为我这次肠胃炎已经超过了2个礼拜，然后都没有好。之前就是肠胃都好像很厉害，因为我都不能吃，所以应该不是减重的原因，但是就是反正同事帮我买一些这样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肠胃肚子痛可以吃什么，因为大家都写的不一样，那就什么都吃好，但是就慢慢来。但过几天要出国拍摄，不会担心吗？哦，对，我就是出国前要去检查，检查一下好了。然后胃镜那个。那不会怎么样吗？会害怕吗？紧张吗？我害怕结果，过程我不紧张，但我害怕结果。但我也有这两个多礼拜来，我只有大概是大前天有过一个正常的上厕所，好开心哦，为我好了，就隔天又不行。大家保重身体。我不希望用我的健康换医疗传奇，我希望兼顾，好吗？我们今天在一个后山一个工厂的地方，然后那边就真的是大家会蛮辛苦，因为那边空气比较好，然后很吵，可是拍上去画面很酷。总是幻想留在梦里，怎么回家梦想，欢迎光临真实战场，边闯边想。因为今天的平面摄影师觉得我们刚好这样子，大家在想像 Beatles， 所以很像 Beatles 过那个 Abbey Road 那个门，所以就做那个动作，我觉得好笑。待在老地方，在天堂跌倒在地站起来，我哦哦，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，我哦哦，前进不够快，热血儿女不爱，有坚持总有这点变态。耶，谢谢，成功了，谢谢。
伤害，疗伤慢慢来，首先对痛苦说声拜比较快，在天堂跌倒，在地狱站起来，我